Wynners50周年的这个 情不变说再见 Farewell with Love 演唱会的记者会现场，一起来掌声和欢呼声来迎接我们 Wynners50。 因为今年是我们50周年， 我们希望我们50年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大家分享。 那很感谢呢， 我们可以50年一起 还开一个演唱会，我觉得那个喜乐是远高于一切。有没有吃了什么大马美食？一来大马当然要吃白骨嗲，但始终最记得是吃的炒贵椒。这个是参加南洋冰室的一个活动，非常之开心，真的被我抽中。之后我妈是昨天漏夜搭火车上来的。 咁好快咧，我哋就即将要迎接温拿吴虎嚟到南洋冰室呢一度啦！掌声同埋欢呼声一齐嚟欢迎温拿！预祝我哋温拿情不变说再见马来西亚站嘅演唱会咧大成功！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咁enjoy今日嘅呢个下午茶啦！即系好多谢，因为南洋上我净可以带我妈嚟追星，我觉得系好难忘嘅一件事情啊！我细细个睇嘅戏啊，听嘅歌到依家啦。如果唔系南洋，我觉得都唔会有机会咁近接触佢嘅偶像，真系嘅真系嘅。多谢你啦，又 up close with them 啦！多谢南洋冰室，多谢南洋冰室，耶！ 今次最挂住马来西亚的一样嘢系啲乜嘢呢？如果俾我讲，就热情嘅粉丝最挂住你哋。咁多年冇嚟，仲见到大家喺呢度，仲大家咁热情，非常感动啊！多谢晒。打开佢有沙 planet 嘅呢个 logo 嘅话咧，咁就代表你哋可以嚟到台上呢度同温拿影相啦。 50年走埋一齐系唔容易嘅，咁其实演唱会就会讲得清清楚楚，点样我哋可以50年不变？认住我哋呢5个黑发的少年啊！希望11月4号。 見到全部嘅朋友喺度，到時候不見不散。